这个人是魂锁冲锋处下官回避根天然少不朽红华教关山在下所魂下官接天南十年贤母前途告救只有一条白胜不及来无以惊叫关枪随七步空中原来是贤母前途的朋友但这个所在哪来恁讲的胜不啦胜不正在眼前哇真是奇了竟然有人将石头当作圣物礼拜朋友此言差圣物无有生气竟有非常之灵灵应情无定欢迎之灵你随即搬神庙之物不是熊从所属又是什么呢圣经呗我理解属于朋友的情谊但若属于不认同圣物又因何重视圣物之灵是既然你随风分不是圣物那现在恶煞毒鬼已经玷污了伊你就是乌山仙将韦中卿正是圣母上的名字是你所留没错不敌鬼高有何资格